疫情期间真侪餐厅因为无生意就停止营业，即摆疫情已经过去了，何必倒一位餐厅业者？头家原本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将店收起来，但是最近又搁伫原来所在重新开一间火锅店。何必店长嘛真欢迎大家回来到何必投资，和何必是愈来愈努力，愈来愈进步。何必一间因为疫情暂停营业的餐厅再度开幕。何必店长表示，新冠疫情期间，大家拢无咧投资，即卖疫情过去了，何必嘛当咧起飞？餐厅也正看好何必的未来，决定再度开始营业，这是一件非常欢喜的代志。阿林呢，真欢喜吼！咱最最咱爱最爱有遮个优良的企业，还是讲吼，咱用心要来做这个有机蔬菜的料理的物件，诶，咱遮业者呢？阿林希望咱过来咱何必店这边遮投资吼，何必店遮个人口非常的大啦吼，有甲90,000人诶，尤其是我知影讲咱消费拢去甲台中，但是咱何必人这个嘴巴还是很挑的吼，这边遮阿林嘛希望咱吴董事长来开到这间有一个餐厅了后呢，生意会用兴旺，带动咱何必这个饮食风吼。好，因呢，因愈做愈好啊！希望咱遮乡亲士大有闲甲阿林来建议咱何必未来要安怎个再发展？业者表示，当初是想要以优质方式来服务乡亲，但是拄着疫情才暂停营业，即摆疫情已经过去了，因此决定以新的风貌返来甲大家见面，家己更加是亲自经各种食材讲话滴，并且以健康为主要诉求，服务绝对是比以前更加好。因为当初是吼，较早一开始就是为着讲伫外口食，嘛是拢爱食，所以才来开一间日本料理的餐厅。想袂到经营了无偌久，就来碰到这疫情的问题，算去拄着疫情，这想嘛想袂到。吼、所以尾仔想讲，这间店疫情较频繁以后了，嘛是还阁继续经营，尾仔来呈现吼咱何必乡亲，所以要阁带动咱一挂少年家，吼，互因有创业的机会。再发想来讲做这间锅这个火锅店，哦啊，所以所有用的食材拢是有机食品，哦，青菜拢是有机的，这一间一间去找，哦，包括汤头，我嘛是拢完全无掺任何的化学物件、调味剂，啥物拢无，哦，拢是用原汁原汤落去控，哦啊，大家食拢无负担，啊嘛采用低钠的，所以阮拢有用数位仪器落去控制这个咸度。哦，而且我之前有去百货公司，嘛有食到一支双麒麟。我是讲啊，遮好食啊，排队排遮济，一支还佫150块，甚至有糖厂咧卖一支佫卖到200几。啊，这是啥物物件？我着足好奇的，所以我着去甲这厂商，这台机械是为日本进口过啊。哦，啊公司嘛不少重资，要买这台来何必乡亲。哦，大家食，哦啊有影效果袂歹，大家食着讲哦，哪有这种物件？哦，所以我感觉吼，这个物件咱。因为是要奉献给社会，因为伫咧做头路之余，嘛是讲爱回馈乡亲，袂使讲干呐以盈利为单位，哦，以盈利为单位，安尼就足现实看，我无爱做这种代志，啊，所以呈现出来实在嘛好，机械嘛好，人员训练嘛好，嘛是希望吼咱所有人诶食饭诶时阵，农民烦恼半项，啊，我有伫社会有咧做头路，所以我希望甲遮物件奉献落遮好比乡亲。哦，大家来才感觉讲，哦，实在无同款，来推翻这个饮食文化。哦，何必讲，别人讲何必嘛？这种店唔免去到台中，哦，安尼才有达成咱的效果。为着让民众有更加深的印象，店内采用全服务的方式。民众表示，彰化火锅店真多，但是还未去过一间像服务这么周全的店。牛肉的话，建议下锅煮1到2分钟之后，拿起来放到盘上静置。20秒之后再使用，但是最口感最佳的。这个吗？对，牛肉这个。这边火锅蛮精致的，然后就是它服务也就是都很用心，就是它的流程很流畅这样子。目前好像没有在北彰化有看过，这是第一家。
对，食材它的那个蔬菜菜，它是用有机的蔬菜，然后吃起来很新鲜。还有它的那个肉，我今天是点松板肉，那肉是嫩的，吃起来口感很好。台湾人真爱食火锅，要安那伫真济业者当中成为民众喜欢，而且会一直过来的店家，都爱看业者名来了解消费者所想的。业者嘛表示，何必定需要一间整齐而且口味真好、嘛绝对安全的餐厅，因此不惜成本，就是爱让大家吃了安心佮欢喜。新中华新闻李炳宏何必采访报道。